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2月19号，张医师线上直播。今天由我们最期待的实作教学，然后老师继续讲重病处理二。我们现在就欢迎张医师开始。张医师。上个礼拜刚好新书发表会，我相信在听的人现在手中应该很快都会拿到一本书。这一本书将来在临床实作，如果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是可以翻开来看的。在临床上很多的问题在里面，理论方面都可以找到答案。我们原始点本来就是理论跟实作并重，理论部分已经差不多讲完一轮了，未来我们在实作的教学方面也会加强，让大家在帮助人的方面能够做得尽善尽美。好，那我们就开始从实作分享开始讲。2021年12月19日，实作教学。一、头部、手部按推指导。末梢神经会麻，好，这里麻，对，多久了？3、4个礼拜了，还有什么症状？就是眼睛会有一点白雾状，然后有点模糊，然后会畏光。好，他就讲到这里，我们要讲什么？这一个哈，我认为不要解释，为什么？第一个，你看他身材壮吗？他不是重病嘛，一看就知道轻重症。轻重症。所以我发现我们讲话讲太多了，我一直不希望你们没有效率的讲，然后东扯西扯，浪费他时间，也浪费你们的时间。下面比人爱多讲，比如重病。重病他因为身体已经很虚，如果你不讲清楚，他回去乱吃或者怎么样，一定会更出问题。那这个轻重症，它其实很简单，它那个麻就是隐状肌状嘛，肌。好，然后那个眼睛一定是头部嘛，那头部一般是以这两点为主，枕骨只是辅助，所以它这个应该看不清楚了，畏光了哈，好，那个都是不适症。那我们等一下做看看，是他处引起还是患处？那因为他是轻重症，以按推为主。我们原始点是要找压痛点，而不是你这里有问题，我整条原始点都按。我是按原始痛点，不是按原始点。第一次要找，刚刚我也是在找，他说会麻，他说末梢嘛，我以为是四指，所以我就从这里。然后他按到这里，他说会电到，电到，整排只有这里有电到，那我这一排我就把它剔除掉。假设他尾指应该不麻，你应该是这3指麻，对吧？第二个，我开始找，我这里按，他反应很强烈，但我在上气的时候，哎，他就比较镇好定了，了，然后越按，哎，他感觉虽然有痛，那是因为我按下去的痛。跟这重第一特别的痛第一点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我马上知道，它就是只有这里。第二指也是，我找，也是这里，它就开始很强烈，这里就没有了，这里也没有，那我很快就找出来，要多久呢？不用1分钟，再来剩余的时间就是加强这一点，跟这一点，因为龙飞按完，他感觉麻有比较好，但还是麻，对吧？对，我感觉不大对。因为龙辉也直接跟我讲，他就整条按呐、但我问他痛点在哪里，他没有特别找出来，那这个就不是原始点了。我们是按推原始痛点哦，这个我再三强调，所以这个看似细微，但是已经不是原始点了，也就是来有一点按摩的味道，就是我整条，比如你腰痛，我就整条脊椎都帮你按，也不管你有没有压痛点，那这个是不可以，一定是找压痛点。那他只有这两点，好，那这样解证了。我们最后要注意一件事，为什么他会麻？因为他说他做面，所以他都做这个动作。你们记得，只要手麻的，一般都会做这个动作。然后很多重病患者，他手麻，越麻他会越慌张，然后就
医生会叫他卧球，然后越做越忙。再来，他现在畏光那个就是眼睛，所以我一再讲，我们现在最欠缺的就是手法，手法你能不能立刻帮他解症，而且能够按到位，这个要不要跟他讲太多话？不用不用，我是要让他们了解什么叫诊断与治疗，然后快速的，不要浪费时间。其实他们都不是那么严重，重点做完，然后就让他回家。然后我也是会帮你找痛点。好，找出来之后，手握虚前，你们第一个错就是握实前，然后这里握虚前就是它按下去会有弹性。你看，我的手指有没有？有，一定握虚前，这样就顶下来。接下来的动作就是放开，幅度要稍微大。你们有时候都这样，或是这样，这样都不行，大一点才算拨筋。哦，好痛哦！这里痛不痛？很明确，第一点跟第二点非常痛。哦，你们别以为我用力哦，我没有哦，你看哦，我很轻哦，我只是来回哦，所以不要把人家按得像这样哦，人家叫很可能你是握实拳顶人家，把人家顶到很痛哦，所以那个痛跟我的痛不大一样哦，他真正痛是第二点比第一点痛。我先不按他的整体，我要让你们知道光按这两点是不是有效。好，你们应该要学会怎么辨证。第一点，眼睛有亮，有啊、哦，为之一亮。你现在看我有没有清楚？那个，确定哈、哦？啊，你刚刚说会畏光，你再去看那个日光灯，还会畏光吗？有比较好了，有比较好哈、哦，比较好。好，我说只要头部，应该就可以解决他的症。因为本来畏光的话，我要靠眼镜啊，眼镜会定掉一点点。他、现在就不需要嘛，马上先别急哈、哦。没有，我还想帮他按整骨线给你们看，因为为什么要这样让一步一步做给你们看？按完整的亮度也是跟现在差不多，所以你们每一次你们在做患者，你们心里一定要有什么呀？我清清楚楚，我为什么要这样按？为什么不这么按？这里痛不痛？如果真的你们动作做到纯熟的话，把痛点抓出来，其实都不会浪费很多时间、嗯。哦，哇，把这个叫给你们。郭进吗？哎。所以第一个头部这两点其实已经决胜负了。嗯。你这样帮他按，他已经可以感受到有没有效了。是。那这两点，我这里我说的是辅助点。对。他的。成分我说是7:3跟这里比例的、嗯、或8:2，那他确实有痛点，这里是第一点，这里是两点都把它解决了，他的头部就有多了2分到3分的功效，按这里是不是就比较亮，对不对？对，然后这里就更亮一点点，是吧？确定？确定。请老师补充说明。好，这个患者来，因为我们的志工就是跟他谈了很多，第一个我们说在诊断与治疗、一定要先辨疾病之轻重，那疾病轻重是以什么来辨呢？就是看患者有没有体力虚弱病症，这个来的人他根本没有啊，他身材很壮，体力也很好、所以我一看这个应该就是轻重症，轻重症当然以按推为主，手法为辅，这里就很强调手法的正确性。第一个，他末梢神经会麻，那因为坐面的，刚刚也有讲，在眼状肌解决了，他眼睛畏光看不清楚，这个问题也是正的不适感，正的不适感多属他处体伤，以头部尤其是耳后这两点为主。枕骨下沿为辅，一般头部耳后这两点才是主要的，头部延时点在我看法，耳后这半根指头长那个延时点是最为重要的大开关，枕骨下沿是算是辅助吧，经过这样按推下来，把压痛点找出来，再进一步压按推哦、那他很快就可以改善。我们轻重症也是一样，虽然解症了、还是要温敷、以按推为主，热言为辅、你看他像他这种症状去哪里都
也解决不了。但以原始点来看啊，这种症状对我们来讲哦，那就是算是很轻，不是很重病的，很轻微，而且可以立即帮他解决的，应该是算是医学界最快速的用这种方法。好，这个我就补充到这里。二，臀部按推指导。找臀部啊，第一点，先这个摸啊，这个一定有髂骨啊，啊摸到骨头了，那拇指就下来啊，这样下来直接顶啊，这样就一定是第一点。啊，上面那个是髂骨上缘了，那就不管。你看我们的上缘是这样啊，解剖学是这样。那我们摸到这一点，那所以这个绝对是顶哦，这个是髂骨的上缘，我们就不管它，所以一般下来，髂骨是上缘下来低一点，哦，那往内顶，那个一定有骨头，啊，骨头旁边这个就是低一点，啊，坐久了，只要一般，如果熟悉了，你摸到这里，你差不多一个位置差，那大概就是这一点，哦，所以。直接就手靠下去，那你看靠下去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我的手一定是平的，这个要养成习惯，绝对不可能拿起这样啊。那如果是平的话，它这里又要保持90度，那你知道怎么样靠过去，往前身体往前靠过去，那这样往前靠过去就90度了，对不对？好，那这样就可以，这是臀部才这样啊，但是这样还是有一个后遗症，就是有压的感觉。我一般是不喜欢有压，但是你看臀部距离这么远，你再怎么调都会有压的感觉。它是在这一点，你看这里离身体有没有？你沉不下去啊，那个不可能90度啊。那这时候只好怎么样？臀部稍微垫高，这里就有一点压的感觉。啊，这一手为支撑点，那这样好，那我们还是以90度，好，那这样轻轻松松的沿着骨盘，身体就过来了。那过来的时候，到了第四点，这里手就会翘起来，为什么？太近了，然后它这里又滑下来，所以就会有变这样。那这个没关系，好，那大概臀部的外形大概就是这样，好，那因为它这里滑下来其实没什么力量，所以最好再反过头来靠过去，超过这个位置，然后一样，你看我的手也是怎么样平的，然后这里90度，然后就可以这样，这个力道是下面比较也可以压得比较深，刚好它是由下往上勾，好，这是坐姿啊。我知道我们的志工很多都喜欢站姿，站姿臀很稳，对过来，还是照早期这样，有没有？我手一定是这样靠过去，那我开始调身体，有没有？我身体就往前一样90度，所以你到最后一定都是90度了，这个都变成一个习惯性。这一点痛吗？有，比刚刚痛。因为站姿比较有力。嗯，是。啊，所以要柔身。力道比较大。对，所以让你们也了解，哦，有时候坐姿力量发挥不出来。那个脚的阔度很大。对，这个整个就沉下来。这个整个沉下来，重心沉下来。好，那按完舒缓一般很少做出来，它一直垂直，这样可以按到很深层。你来做做看，我看他的做法有没有像我，当时比较顺。我告诉你，你差在哪里？你手拿起来稍微离开就会顿，只要有它是粘在一起，你看我从来没有离开它的肉，有没有？那即便我这样也没有顿，对吧？粘着
啊，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点距离，稍微即便感觉还有、嗯、还有一点点哦、嗯，你在下去的时候就是顿、嗯，就是他说的顿，然后有一点撞击的力道、嗯，那这个就是他说的不顺，然后他是黏着，你看我整个肉还贴着，我手一直不离开他的肉，然后这样就不会顿了。然后它是垂直下去，对，这个的物如果做得出来，又可以解症，又可以舒缓，你再试一下。记得是垂直下去，然后有一点用身体的，它身体没有很明显，但是事实上都有应用到，整个身体是粘在一起。有没有比刚刚好？有比刚刚好。你之前说的那个反白度是不是？啊，反白度就是这样。啊，事实上我是坐下来，因为我还不用到翻白度。翻白度。啊，我这样就可以坐坐。啊，你们如果矮的人就可以再撑起来，这样。翻白度。这样就翻白度，翻、嗯、啊，不要前翻，前翻就死鱼了。好，一样。这个左手舒缓一样，我大部分是把肉抓过来，这样紧贴着抓过来，然后垂直下去。来，你们注意，这是分解动作，这样分解动作，好，分解动作，分解动作，我粘着哦，粘着才蹲下去的，完全没有离开，这样抓过来，这样雅静，你再试一试。这是感觉呢？没有那个跳的，这是有连着。哦，有连贯的哈、嗯。那就对了。对，我这一手当支撑力啦、啊，啊，让整个身体也下去。所以我的身体跟这里，其实如果在你们再看紧仔细一点，我把它拉过来的时候，你看我的脚，然后跟身体。你们在注意我的脚跟身体，跟着动吗？有没有？我有没有在动？有。然后我把它拉过来，身体也稍微过来一点。哦。我直接压下去，哇，这个就有一个力量，所以他才会说，哎，应该我这样揉下去，应该最深层的，对不对？嗯。那我是靠什么呢？靠我把它拨过来，拨过来，我身体也回来，然后我再。这样压下去，再往前倾，压下去。所以我说，我的按推也好，舒缓也好，绝对不离开我的身体，一定是一气呵成，连在一起。那这样就可以连贯。有一点像，我也要试试看。啊、哦，好好。后面还有两个。我刚刚。没工作，不练习。苏娜，你第一次这样做已经不错了。我觉得。哎、欸，你如果懂得身体再垂直下去就更好。好，推就错、哦，下就好了，下就好了。哎、欸，对，这样下就好了。我请老师补充说明。好，这一般臀部原始点是蛮常见的。那我们自宫的手法，有时候第一个容易犯错就是手第一个下去就翘起来。翘起来按推，它是身体没有往前靠，会用手臂的力量，这样揉起来患者臀部会很痛，而且又揉不深，常常也不能解症。这里第一个就是指出，身体就是手放下去，身体再往前走，下手等于手肘这个弯度角度一定要保持90度。这样才能够做出来。臀部要做对面，采取坐姿。矮小的人一般，大部分的人啊，也不算矮小，因为距离实在蛮远，所以你要保持90度，手要平的，下手臂要平的，那你身体势必要往前，臀部一定要抬起来，甚至还有我们之前教的翻白度，这些手法都是可以应用的。大家也看到前面按完也可以再转个身，从下面再按上来，这样整个臀部就可以全部按出来。站姿跟坐姿最大的不一样是，站姿如果
做得好的话，它可以按得更深层。为什么？因为臀部的肉实在很多，有时候遇到一些比较壮硕的人，那你是很难按到深层的。这时候可以的话，也可以采用站姿。另外就是这个臀部的舒缓，因为臀部也是肉蛮多，它有一些技巧。一般人可能在学原始点这一部分比较少应用，大部分都在臀部的表层，好像做舒缓。实际上，我们今天教的就是真正臀部的舒缓，其实还是可以解正的。一定要垂直，那个手肘垂直的按下去，那按下去就不再出力，没有往外拨的力量。一般在学习者以为我下去还往外拨，没有，其实垂直下去，因为它是在骨旁，手肘自然就会随着这种下去的力量有一点往外。那事实上往外那个绝对不是操作者出力的，而是顺势垂直下去的连贯动作，这个也让大家理解。而舒缓蛮重要，臀部的舒缓蛮重要，一般要做到很连贯，又让患者很舒服，又能解症，一般志工可能要多一点时间来练习。好，臀部的按推方法我就补充到这里。三，出血询问。最近还是在流血。你认真听啊，流血是一个修复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你一定没有看我重病处理那一篇，我上课都有讲。比如你要处理肿瘤、硬结、肿块，在这个按推的过程中，都有可能流组织液或流血。那流完之后，肿瘤才会变小，甚至消失。那这个过程是正常的，连流血都好。就是问你说那个血没有关系，我已经不流这么久了。我再问你哈，我上个礼拜有讲一个子宫癌的，他流组织液流多久？你看有人答案出来了。那你现在流八个月了吗？所以有些你们都是流才来呢，现在是阴道出血，你检查后发现肿瘤复发呢。什么叫复发？复发就是癌末啦。简单讲，当你癌肿瘤切除之后再复发，那个就是癌末啦。啊，现在癌末，现在你来西医一定会，如果处理啦，简单讲就是手术之后再化疗啦，对你没有什么帮助啦。啊，你今天会来，你这个还不赶快看？我重病都有讲，然后像上次我还有讲子宫癌，对不对？还有讲一个淋巴癌，对不对？对啊，那流血本来就正常，你还在？我是想说，想到碰过这样的，你没有碰过，那别人都碰过了，我案例都有了，是不是那个？让那个血液，我告诉你，不是要也有关系，对。它在修复过程中，你按推的时候，它循环会变好，所以有时候里面的脏东西，比如组织液也好，或血液也好，它会流出来，那是一个正常现象，所以你不用怀疑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有在充血运道。然后拿出来，那个全部都是血呢。啊，我又在问血了，我不是跟你讲了？多跟少不都是正常？那你就既来之则安之嘛，它要有一段过程，而且你已经是复发，切除之后再复发，它这里还要修复，靠人体修复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你不要再问那个血了。这个烧了三个月至六个月是吗？一般是这样的。啊，最长你看那个子宫癌，它是到八个月才完全停，然后它最后完全恢复啊。那个也是西医准备要把它切除。你们这个都是属于癌末，你现在最重要不是在看血，你要把体力练好。我每天都在爬山。好，你就好好这样做啊，这些就不要再担心。你担心东担心西，每天消耗那么多热能，你修复时间就延后。这个患者其实来了好几次。可能观念也不清楚，每次来
他也是因为出血才去检查，然后说癌肿瘤又复发了。患者蛮担心，每次来就一直问血都没有止怎么办。这个在修复过程中我们之前都讲了很多，包括乳癌也是一样，按推过程中有时候会破裂流血液组织液，或是前不久我讲的子宫颈癌，他也是啊，他每次一按那个当场组织液就流出来，而且是很腥臭的。这些都修复要一段时间，一般患者不清楚，他每天就会一直在想赶快把血止住，这个观念是不对的，他该流就让他流吧。最重要是在流的过程中一定要补充热源，配合运动把体力锻炼好，这样就可以让修复时间缩短，这才是重点。也就是原始点谈的是从因啊，而非从果，流血多跟少跟好转与恶化无关。但一般患者还是如果没有看我们的书就会很担心。好，这个我就补充到这里。四，大肠癌。哦，你是大肠癌是吧？是，已经开刀又做化疗两年了是吗？对。化疗之后什么时候开始麻？去年三月结束化疗，化疗完开始一直麻。这样有一年半以上了。对啊对啊，一直没有。医生有没有叫你去追踪啊？有啊，我现在每三个月都定期追踪啊。其实简单的讲啊，我听你这样讲已经大概知道，反正你是以西医为主，然后在这里来试试看啊，对不对？因为他还在追踪，所以哈、哦，我必须跟你讲清楚，这样是没有效的。原始点跟西医的概念是不一样，也就是西医是从果解症，他检查出你身体有肿瘤，他就手术化疗。他之所以检查，就是为了处理你那个。那你为什么会大肠去检查？因为肚子痛。好，肚子痛是病，那你检查出大肠有肿瘤，那个是老，啊，老跟病，它都是属果。都是身体生出来的，但西医会告诉你，你的肚子痛就是因为肿瘤引起的。老会生出病来吗？或病会生出老来吗？两个都是果，果绝对不会生果，苹果也不会生香蕉，果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西医就会告诉你，你那个大肠癌会生出肚子痛，所以你就割了。事实上，大肠肿瘤它就是老，不是病。如果是病，那你大肠肿瘤你还没有肚子痛以前它就在了啦，那就是代表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你如果肚子痛当时候不去找西医，你来找我，我马上帮你背部这里按一按，它就不痛了。那我按的不痛，肿瘤还在不在？在，那就代表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这才是道理啊。那现在变成病了啊，你病都一直在检查，老以你的年龄啦、啊、一定会复发，只是时间啦、啊、要不然就不用检查了。他知道一头羊还可以剥好几次皮啊，你只是剥了一层而已啦、啊、但是你还执迷不悟。如果聪明的人剥一次已经觉醒，我现在的路还能继续吗？我还能不能再化疗？但是你是准备玉石俱焚呢。有一个肿瘤的患者就跟我讲，他说有一个医生告诉他绝对不要化疗。他说为什么？他说化疗是大炮打苍蝇啊，啊苍蝇打下去，苍蝇死了，整棵树也倒了。你愿意每天都是病，然后奄奄一息的，然后又不能延长生命，因为这样搞一定死得快。没有人吃毒药会长寿的，吃了会死得更快的叫做毒药，他喂给你的就是毒药。但医学不管你这个，我不保证你能活着出去，我只负责割你的肿瘤。所以当割的时候，有些人过程中就死了，他会讲一句什么话？我手术是成功的哦，只是病人走了。我遇到过很多了，或化疗然后肿瘤也消失了啊，病人已经奄奄一息了。那个医生拿 X 光片跟他讲，你看照出来肿瘤你本来三公分，现在变一公分了。哇，他就很高兴啊，感激感激。隔一天他就挂，家属就告医生。医生怎么讲？我是成功的、啊、因为你们来是要治疗肿瘤的，我又没有保证你能活着回去，所以你们都有签切结书啊、嗯哦、所以家属也没有，到最后的纠纷都是医生。
糊涂的是你们，因为你们没有想清楚，然后你们到底是为了活而去的，还是要跟肿瘤做一截断，甚至我连命我都愿意付出跟他一搏，然后把肿瘤割掉。所以西医都会赞叹你们抗癌的战士，然后很多人就在这个战场一个一个倒下去，死的不是死在毒药，死在手术，只有把身体搞坏才会死人。你现在手麻在哪里？整个手掌，从这里都在麻。对，从这里。对，两手。好，这里痛不痛？不会。这里呢？会。这里到这里还麻不麻？你现在试试看，看有没有改善。好像有比较改善一点点。我再按深一点，这里痛不痛？痛。好，你再感觉这一段而已，这里我还没有处理。这里有没有比较松？好像有，有一点。好，我再帮你处理这里。你现在是这里麻是吗？四根、五根手指都麻，连拇指也麻。都麻。这里痛吗？不会。好，这里也还好，这里都没有特别痛的地方，对不对？对。这样很明显，我这样按完应该就知道了。这个叫患处体伤。那患处体伤它为什么会这样子？它一定犯了一个错误的动作。你是不是常常握拳出力做这个动作？有。手麻会变成患处体伤，一定是他已经时间那么长，时间那么长照理不会患处体伤，多属他处体伤，也就是我们只要按他就能解症，但是已经一年半了他还这样子，就是他属患处体伤，一定是他有做错误的。就好像劳损，那劳损会手麻的大部分都做这个动作，因为西医会叫他们你要做或握球啦，或这样一直握啦，他越握越麻。你是不是每天都做？对，这个才是重。那你按死了都不会好，这个我处理太多了，我一路都在研究癌症啊。西医如果夜麻你去找他，他也会叫你这样，甚至握球，那这个肯定不会好。走麻你那个叫做患处体伤，不要再按。你现在第一个先戒掉，你只要戒掉很快就会好，然后温敷，然后你可以做这些动作。刚好反方向的做啊，伸展可以。脚是从哪里麻？脚整个小腿以下，这里真的不得了。哎，这样会不会痛？有一点。这一点呢？这一点比较痛。现在脚的感觉跟刚刚比起来有松一点，有松了哈。那你如果揉完有比较轻松，那就是我说的他处体伤。是。那他处体伤就是要运动臀部，走路换成一步两阶爬。你看为什么要爬？这里一撑起来，这里就松了。只要你能够如实这样，那你脚麻很快就会好。那加油了。请老师补充说明。好，这也是大肠癌手术后又有复发，好像复发，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已经四肢麻有一年多了。这一年多他一直认为就是副作用，化疗的副作用。以原始点麻多属他处体伤，刚刚大家也看到了，手指头会麻。如果已经那么久了，照理哈，一般是开关没有开，大开关没有按推了，才会一直麻。那以原始点应该是最擅长，那按推完一般都会比较改善。如果万一一点点改善都没有，尤其手指麻我也按过哦，手背部延时点，如果没有改善，几乎可以 90% 以上就可以猜测他一定有做一个动作，就是手握拳。他常常做，患者越麻他越担心，然后越担心就越做握拳出力的动作，他反而越做越麻。这一点大家在临床上如果遇到患者手麻都一定要跟他讲，不能再做握拳出力的。至于按推那个手背部还有手肘都要用到食指工具，那食指工具刚刚已经讲要握虚拳，而且按推要懂得顶进去，肘腕那个要灵活，这样才不会顶到让患者感觉很受不了。这几个稍微注意，那臀部原始点刚刚也讲过，这样坐下来患者整个就改善了。最主要还是跟患者沟通观念，因为观念不清楚
他常常会犯错，他还在定期追踪，定期追踪很危险啊，哪一天又复发了，西医又说要开刀了或化疗了，都会增加患者身体的负担。这些观念还是要跟患者讲清楚，我都会叫他们一定要看礼拜天的直播，9点到11点这一段时间一定要看。好，我就补充到这里。五，胰脏癌。7/2检查出来有，7/2才发现说，我一直以为是就是胃病了、啊，当时可能是消化不良，消化不下去。所谓消化不下去是胀还是痛还是闷？闷着就闷着。我闷嘛哈。后来开始吃西药之后，开始三更半夜晚上就脚痛啊，这边痛到背面，痛到前面。好，那我再问你，那7/2到现在闷还在吗？我要提的是现在。没有了。啊，体力怎么样？体力一直在进步。现在来这里应该进步更快了。对。你观念要看，也就是我每个礼拜天直播9点到11点，所有的影片都要看，然后都可以回播，所以癌肿瘤那一篇你更应该看，然后你有时间还要看医疗与保健那一篇，因为那里我有讲饮食应该吃些什么比较好。这一篇再看完，再给你一个重病处理，这三篇最为重要。反正你现在也不去西医了，也不做检查了，是吗？要检查吗？暂时不做检查。哦，暂时。所以我发现你观念是不清楚，西医不可能找出病根的，它是从你的腹闷闷的，再找出体内是有病，另外一种病，还是另外一种问题。但那个问题跟你腹胀是没有相关的。如果说有相关，你腹部闷闷的，他检查出来是胰脏癌，现在胰脏癌还在，你应该肚子还是闷啊，但你现在越来越不闷啊，对不对？那就代表你的腹部的闷跟你的胰脏癌无关，对吧？所以他找出来的说你腹部闷，所以他帮你找出一个胰脏，他找出一个不相干的东西来，然后他又要治你的胰脏，你之前就有癌肿，因为癌肿瘤不可能你检查的时候突然间它长出来，它一定形成很久。那你腹胀又最近才出现的，那它又潜伏那么久，表示那很早你就应该腹闷啊，你也没有，那又更证实不是这么一回事。但这两年来就是胃口不好，吃的很少。胃口不好，我跟你讲，你的问题出在你的体腔没有解开，真正的疾病之因西医是不可能检查出来的。那你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你观念不清，因为我问你，你为还要去检查，你说暂时不检查，表示你还想去知道，如果有胰脏癌为什么还要检查，就是准备再做化疗跟手术。我不是检查要去治疗，要检查我癌指数有没有降低？那你这样就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不管癌指数高或癌肿瘤转移或是种种，它唯一就是让你信服我照出来或检查的数据，来说服你做化疗，要不就手术，只有这两个啊。另外当然还有电疗，所有的检查就是为了做这一步。如果你不做这一步，所有的检查都没意义。癌肿瘤它是属于异常形态，异常形态不外就是老，不是病哦。它跟症状，我刚刚讲的，你腹胀是病没有错，但癌肿瘤不会让你腹胀，它没有症状，那就是老啊。你身体你可以看出你的老跟病吗？你脸皮皱是老还是病？你肚子胀是老还是病？那我告诉你，你从生下来身体所有的变化只有两种，变老跟变病，然后慢慢再死亡。西医用仪器看到你体内的所有东西，是不是跟体表一样，不是老就是病？如果会让你不舒服的，或是里面有破皮流血你看得到的，你一看就知道这个是病。但头发白不会让我痒啊，也不会让我痛啊，也不会让我闷啊，也不会胀，所以头发白你就说它是老。癌肿瘤它是一个异常形态，或是癌指数它是一个异常指数，那异常指数是抽象的，会不会让你不舒服？不会，它抽象的嘛。癌肿瘤会不会让你不舒服？不一定。如果不一定，你说有时候会让你不舒服，好，
那你胀的时候来，我帮你结症，癌肿瘤还在不在？那在就代表它跟你无关了，对不对？那如果我怎么按它都不会结症，那就代表真的癌肿瘤是疾病之因嘛。那它既然在，你那个痛就应该24小时都在痛，因为它一直存在，让你一直不舒服嘛。但如果不是，有时候痛，有时候没有，那就代表不是它。然后我又能解症，那就更证实它不会让你不舒服嘛。但你们被西医吓死，要不然胰脏癌其实它不会死的，但胰脏癌却是癌中之王，等于去给西医治疗恢复的几率非常非常的低。但是为什么他没办法治疗？因为他在深层，他深层他就是老，你干嘛去管他？他不会死，但是你病了，热能不足了才会病死。那为什么胰脏癌会死那么多人？就是切啊、割啊，然后化疗啊，啊，最后人奄奄一息就死了吧？是这样才死的，不是癌肿瘤让你死的。那你知道检查就是为了割跟给你毒药，那为什么你回答我是暂时不去，那以后还要去？身体体内的检查不外就是老跟病，啊，病了难道你会不知道吗？我哪里不舒服？身体比仪器还要敏感，它一定会告诉你。那老它没有感觉，所以西医仪器检查出来大多是老，因为你体表你自己分得清楚。你说哎，这个是病，这个是老，你还会分析体内的，因为你从来没有看到。啊，现在西医说是病，你就说病；说会死人，你就说会死。说他也不会跟你说老啊，什么他都要治，等于变成他是发以前啊。本来我们是有智慧，我们是相信我们的身体的信号，结果你现在已经迷惑了，你相信仪器，冷冰冰的，再也不相信身体，你根本没有什么病啊。在我看法是死不了，最后会死，一定是没有体力才死。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观念不清，然后你如果有症状来，我马上立刻解给你看。然后他如果运动的那些新陈代谢，其实癌肿瘤有时候也会消失。他如果腹部这里痛，对过来一定在背部。哦，你看这里就在棘手，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痛点，这就是疾病之因了，比仪器还准。那你说他会瘦，会消化功能不良，那就是由这里引起啊，一开始就是这里啊，那就是这一点痛是吧？这个就是他高方痛的原因。上背偏起来，动作比较快。起来现在比较快，是灵活了一点了，应该也会舒服一些了。那就证实我说的嘛，他癌肿瘤现在还在，那我处理他就轻松了。所以这里的难受跟你的胰脏癌都无关。请老师补充说明。一般现在癌症的太多了，一旦被检查出来都很害怕。像胰脏癌治愈率又非常低，西医他们也都会用尽各种办法。问题这个患者他本身已经放弃化疗，因为他觉得化疗他身体受不了，但是很奇怪，他既放弃化疗又要再去仪器检查，西医叫他要定期追踪，他也想去，那就不对了。因为检查出来不就是要化疗跟手术嘛？啊，你既然不要了，干嘛还要去检查？那个是没有意义。何况检查出来也不是疾病之因，都是果。不管是属老还是属病，还是属果嘛。患者哈，常常在我看法不是死于癌肿瘤，大部分是吓死，要不然就是我做了很多破坏身体。让身体慢慢体力消耗，热能也不足，最后才导致死亡的，这个蛮可惜。癌肿瘤一般都是观念问题比较大，像这位患者他顶多就是偶尔肚子痛嘛，以这个年龄来看他体力还算不错，观念才是最重要。如果你不让患者观念清楚，一开始肚子就把它解症了，他下一次还是会去西医那里再做检查，万一又检查出来，甚至患者还会误会，表示你治疗的让我癌肿瘤越来越大，甚至对你有一些不谅解都有可能。我都会跟志工讲，最好像得到癌肿瘤，你一定要跟他沟通，要讲清楚。
在他也不相信你，也不看啊我们影片。那如果是这样，只能祝福他了。我们也不能勉强，也尊重他的决定。如果患者愿意配合，那我们积极在帮他。我相信这样哦，才可以做到很好。好，这一个胰脏癌我就补充到这里。六，肝囊肿。肝囊肿，40岁患者，2020年11月，感觉非常不舒服，恶心，上药店买了点中药，吃完缓解。12月再次发作，持续1周，吃中药也不见效。坐车途中晕车呕吐，后来每天都是这样恶心乏力。12月14日，在社区做 B 超，检查肝胆，确诊肝囊肿。患者因恐惧而病情更加严重，吃不下饭。再一次更加严重的发作之后，去市医院做胃镜，告知胃里面有肿包，并建议到省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做了全腹增强细体，有肝囊肿，胃有局限性增厚，卵巢囊肿，肠道弥漫性水肿，胃间质瘤，盆腔积液。之后情绪也越发糟糕，浑身疼痛，右侧肋骨疼痛难忍，越来越没有体力，推拿吃中药一段时间一点效果也没有，心情低落，身体很快垮了下来，体重快速下降。2021年2月20日来到原始点服务站。刚来时的情况，暴瘦，腰直不起来，上腹部有凹陷，能放一拳头，脸色青黄无光泽，眼睛没神，嘴唇发青，浑身疼痛，右侧肋骨痛，几乎24小时有硬包，腰痛，腹痛，整个后背痛，腹部多处硬块，肝内疼痛，有硬块，疲惫乏力，情绪低落，特别怕冷，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胸内有粘连感，不舒服的地方都能摸到包。初次处理，患者只要是重病的，我们都会先为他温敷，但这位是个例外，他穿着温敷服，温敷服里面还有暖宝，腹部前后都是暖贴，右肋上还带着一个充电宝，充电宝下面的皮肤已经变黑变硬了，他说肝疼，就大量用膏药暖贴将你包裹热敷，不但没有解决疼的问题，还把皮肤搞坏了，让他趴下，帮他按推了全部原始点，全部痛，下背部最为强烈，一碰即惊。变黑变硬的地方周围也有很多痛点，不再用暖宝暖贴包裹，然后用红豆袋温敷，穿上温敷服，俯卧撑从一个练起，爬2层楼，晚上睡电热毯，第二天早上开始练跑步，也是穿温敷服的，一般锻炼都冒汗，他锻炼冒风。白天爬楼、俯卧撑、拉筋等各种运动，按推原始点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姜粉冲水喝2次，小米粥放红参粉。开始爬楼时只能一会儿就没力气了，俯卧撑一个都做不了。每天都很难受，腰背疼，肋骨一动就岔气儿。当我建议他跑步时，他感觉听着都可怕。晨跑
是服务站每天的必修课，全体四点起床后出操跑步。起点一样，终点不一样。新来患者循序渐进，能跑十公里的基本上就可以出站了。开始做各项运动时，都觉得太难太苦。说是跑步，其实是里倒歪斜的走。都知道一个道理，运动可能累一时，不动病魔可能会跟随一世。刚开始是需要点毅力的，不是运动有多苦，是因为有症状，所以每天帮他按对全部原始点，一到两次补充内热源，姜参汤三两左右，一周症状就改善很多，不再恶心，能吃饭，背不疼了，睡眠完全改善，浑身难受的感觉没有了，肋骨整个肝区疼痛减轻，弄坏的皮肤按推过几次也没怎么管，就不疼不硬了，逐渐恢复体力。两周跑步加速时还会有岔气儿，有时还乏力没有精神，还是很怕冷，温敷服穿到六月份，三周就能跑十公里了。偶尔还会肝内疼痛，体力一天天增长，他的情绪调整了很多，精神上的压力比身体的痛苦更难调。这样的病患，我们不让他独处，尽量跟大家在一起活动，经常爬山，每天俯卧撑30个，拉筋操有空就做，与家人一起爬山视频。嗯随着病情减退，心情才慢慢好起来，人也胖了。原来生活是这样的美好，运动是这么享受。5月9日，报名参加春季长跑节，跑到终点，脸色红润，光泽，精神焕发。这之前跑步时，脸都是暗的，从那天开始，又自信了。参加长跑节跑赛，生活充满阳光，之后整个人都变了，每天乐观向上，笑得开心，人也年轻漂亮了。在服务站为大家做饭，夫妻俩每天欢欢喜喜为大众服务4个多月，整个人从内到外透着一股青春气息。8月11日，全家离开服务站回家上班，一家三口在学习原始点，孩子睡着了，准备做义工。8月11号回家时，一家三口照片。一人学习原始点，全家都受益。过去家里面特别能囤药，孩子因为小时候得过肺炎，更是3天2头上学请假。学了原始点，孩子的问题都能在家就解决了，感冒发烧一粒药也没有吃，2天就好了。目前家人都用原始点的方式生活，随着我身体的康复，家里面也恢复了欢笑。回家之后逐渐用运动量代替了内热源，每天享受着运动带来的快乐，保持着正确的生活方式，每天跑步1.5小时8公里，拉筋操有时间就做，仰卧起坐1口气60个，俯卧撑30多个，运动时很轻松很享受，现在身体更有耐力了，更健康了。运动是幸福生活的一部分，运动是最好的内热源。感恩遇见原始点，感恩张医师的大爱，原始点帮助我们快速离苦。我们知道张医师发明原始点是不愿意他的家庭悲苦再重演，只要我们学会用，相信此法能让我们幸福一生。感恩原始点服务站全体义工学长，感恩所有付出的人。这个
非常精彩。几乎原始点的方法完全可以落实到生活，而且他最后好了，他也不再强调外内热源，而是更看重运动。原始点他最主要一再强调身体的自愈力，而这个身体的自愈力是来自生活上的点点滴滴，注意一些细节就可以改变的，而不是生病了就去做检查，检查出来又让你担心害怕。这些西医的处理一般都是属于破坏性，比如手术对我们的体力是会有损伤的，这些寒凉药也会消化我们的热能。原始点强调它是非药物非侵入性的自然生活化医学。我们的志工一开始就是帮他，应该是观念的沟通，让患者愿意配合，整个生活帮他安排，从早上就要懂得起来运动，种种患者也都愿意配合，上下午他们还给他补充内外热源，还有按推各一次，一天也按推两次。这些症状当然很快就可以，尤其原始点他的解症是非常快速的，而且也没有什么侵入性，把大开关的压痛点找出来，按推的好，他很快解症之后信心就会慢慢增加了。这个患者最特殊的就是我感觉应该他的整个生活规律在这个推广站里面都能够照做，也因为推广站他能够这样随时注意患者，这样好的比较快。像基金会原始点就没办法做到这么好，第一个患者来他什么时候来我们也不知道，回家他是不是有照我们的规定做，这个也很难追踪。那如果像这样他每一天的饮食，比如说小米粥啊，喝姜粉啊，吃姜粉冲水啦，或是有红参粉，这些都可以帮他规划的。患者每一步他只要这样照做，热源补充进去，他体力还有配合运动，体力很快就会恢复，解症又快，患者自然就会有信心。我觉得这一个推广点做得非常非常好，患者的恢复也算蛮快的。我看到这样的患者每次我都蛮感动的，从患者他已经这么害怕又不知道怎么处理的，那人生在绝望中能够遇到这样的法让他懂得怎么做，志工又很有耐心的来帮他，在短短几个月就可以重新找回他的生活步骤，恢复过去之后也不再为病苦所困扰，以后要怎么照顾身体他们都清楚了，一个人学会了全家人都受益了，这才是真正原始点。原始点我一再强调它是生活化的，它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不强调这些很复杂的仪器设备啊，你所有的处理都是在日常生活周遭都可以找得到，也要告诉患者原始点是自救之法，你一定要自己配合运动，情绪要去调整，观念一定要弄清楚，就不再担心害怕，这样才能全力配合。有志工在带，我相信这些患者比较容易恢复的。如果患者他在家里又没有人带领，有时候恢复就会很慢，甚至有时候他心情起伏也蛮大，他有时候又想去西医检查又要用原始点，这样的患者是很难好。那我们看在这个推广站患者都能够按照志工的安排来做，
恢复又快，又可以真正学到原始点的精髓。这个对他们家人非常重要。我相信如果有这样的推广站多一点来照顾患者，绝对是患者之福了。我们给这个推广站按个赞，真的做得非常好。好，我也没有什么好补充，因为我看了都有一点感动，是真的做得非常好。好，这个我就补充到这里。好，谢谢老师，也非常感谢这个推广站。我再补充一下哈，最近我常常跑基金会，看到很多真的就是癌症病人，我印象中最深刻就是有一天，台中有家人都来，四个人，那最主要就是他的母亲得到肺癌，刚检查出来，他们就到处问中医问西医，不管中医讲法也是跟西医一致，都说他要赶快做手术。她丈夫刚好也学过原始点，自然就不是很支持，两个孩子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家就陷入愁云惨雾中。我看他们来的时候，孩子有眼睛都还有一点泛红，就是都蛮难过的。这个得肺癌的母亲，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他来的时候，他是一心想做手术啦。他先生说：“好吧，也劝不动，所以就约他太太啊，整家人来。”我那时候，我认为这个他体力非常好，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大病，有时候肩膀痛，哪里痛，我第一个感觉。他是真的被吓死了，患者好像也是很害怕。我那一天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吧，跟他们几乎就是用沟通，从生老病死跟他探讨。我说，生下来人一定会得到病或会变老，慢慢才走向死亡嘛。这是必然的过程，但是人一定要有智慧。我们为什么要检查？你体表的也不过，以所有的变化也不外就是老跟病这两种而已。我就问患者，那你体表会这样，反观体内呢？体内除了老跟病，还可能有第三种吗？也不可能了。西医检查的跟我们原始点从体表观察的其实都是一样的，顶多就是能看出你老或病而已。老跟病它的因都是体伤跟热能不足，你只要把体伤知道哪里有体伤，懂得按推就能够解决，就这么简单。如果你还有一些患处体伤或热能不足的地方，需要热源来补充，来加强修复，那也是可以的。这样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化解。不断跟患者沟通，也让他了解检查出来没有那么严重，他只是一个老。最后我发现他们两个小时之后又要回台中了，回去孩子就开始有效。我跟他们讲，你妈妈不是重病啊，她顶多就是轻重症，因为体力还蛮好的，也不需要特别处理啊。我认为是心病啊，不是身体的病。那因为被西医吓说，哇，这个肺癌蛮严重，怎么样，种种要立刻手术。加上我去看中医，因为现在的中医很多都他们要拿到牌照也都要读西医的书，讲法常常跟西医一样，你去问西医也好，问中医也好，当然答案就会一样。那原始点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做出来，
我说不需要这么复杂，你就可以得到健康，因为你现在身体还是健康的，有一些小病痛而已啊，其他都没有，体力也不错啊。经过我这样帮他分析，他终于慢慢放下那个挂，但是还可以看出来他还是有一点担心，不是全然一下子就听懂，导致他的孩子好像听懂就很高兴，然后他先生听完了也觉得他太太应该会有所改变吧。有时候原始点，我觉得当然按推很重要，乐园也很重要，但遇到像这样这种患者，我也觉得沟通蛮重要，如果他能听进去对他是帮助最大，听不进去你要叫他做原始点他肯定是排斥的，你再怎么努力效果也有限。有时候我也感叹原始点真正能接受的还是要有一点智慧啦。我常常讲我们人体本来都很敏感的，你哪里有病痛身体是很快就可以告诉你的，仪器不一定能告诉你，仪器检查出来有时候老跟病他们也分不清楚，把老当成病，我们反而不相信我们的身体，相信了冷冰冰的仪器，就如同我之前讲的故事，相信自己的，相信自己尺寸，两脚的尺寸，不相信自己的脚，最后去买鞋子，人家关店了，他还回来找那个尺寸，他回去，人关店了，他也买不到鞋子，人家问他，那你为什么不用你的脚去试穿鞋子？他说，我相信那个尺度啊，不相信自己的脚。我们常常会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犯了同样的问题，遇到癌肿瘤，我认为有时候能够沟通我会尽量沟通啦，实在讲不来要帮忙也有一点困难。我看这些患者，这一个患者肝癌肿，他应该是听懂也愿意配合，最后的结果就蛮圆满的。好，这是我一点点的心得吧。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十一，重病处理。二，内热源。内热源的姜汤、姜粉、姜粉泥不仅可单独服用，还可应用于温热性饮食及灌肠。一，姜汤、姜粉、姜粉泥。为确保姜的质量，最好挑选有机认证的小土姜。浓姜汤是针对重病患者，以鲜姜片或干姜片熬煮而成。鲜姜片每日常规用量500克到750克，上鲜1500克。干姜片每日常规用量50克到75克，上鲜150克。虽然用干姜片熬煮其药性胜过鲜姜片，但法无定法，不论用何种材料以及用量浓度等都要考虑个体差异。服用方法是少量多次，小口温热吞服，以使热源的补充源源不断。若患者水肿、尿频、痰多，可改服姜丸、姜粉或姜粉泥。重病患者用姜量要由少渐增，见效即止，虽低于常规用量亦可，其后增减则是病情需要而定，而且只有在经过按推、温敷、温热性饮食、适当运动、充分休息、良好心态的全面配合，病情仍无改善但还能吸收的前提下才允许超量、超限，只是不可长期为之，以及病情改善且稳定后需逐步调回常规用量。重病患者若服用
浓姜汤出现症状，基于症状皆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因此只要外治手法及外能热源到位即可化解，可见姜仍可继续服用。但若患者已尽力试过，仍觉得姜太辛辣而不愿服食，可改以姜加西洋参、生晒参、红参、甘草、龙眼干、红糖等加一种即可，或直接改用浓参汤或姜丸，以减弱内热源之药性，并改善口感。值得一提的是，浓参汤性温，易被吸收，且患者都能接受，故成为救治重病的最好选择之一。红参常规用量50克至75克，上限150克。总之，内热源用量之多寡及其药性之强弱，皆应以患者能接受吸收，且病情得以改善为最高原则。需再三强调的是，浓姜汤与浓参汤主要是给予重病患者作为加强日常饮食的热源，以供身体之急需。当重病患者身体完全康复后，所需热源只需从合理饮食中摄取，并加强运动即可。若要当作保健长期服用，则以改为淡姜汤或淡参汤或淡姜参汤。这里是谈内热源，我们上个礼拜刚好介绍到外热源，而这一次大家拿到的新书外热源应该简体版是因为后来才印有改到，繁体版的外热源现在如果大家拿到一定要参考电子书。外热源上个礼拜也都有讲，已经没有写保鲜膜了，就是直接怎么把姜粉泥稍微用力涂均匀来回三次，这些也请读者能够上网去看。好，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内热源的部分。同样外热源是以姜汤、姜粉、姜粉泥，那内热源也是这样用的，内热源这三种为主要。这里不仅可单独服用，还可以温热性饮食及灌肠。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内热源就是姜怎么食用，还有饮食上怎么食用，再来就是灌肠的用法，这三种。好，那我们来看姜单独食用，我们看下一页。好，第一个谈到姜，那还是要确定姜的品质。原始点是认为最好是有机的姜是最好的。那有机的姜你怎么来认证？最好就是它已经被认证过，像基金会现在用的是秘鲁的有机姜，它在欧美国家都已经认证过，用起来也蛮安心的，效果又特别好，比台湾当地的姜都还要好。我也世界各地到处跑，好像用来用去，我最后也是觉得这个秘鲁的有机姜最好。这个姜一定要选好的品质，为什么？你光外热源在使用的时候，那个辣度就不一样，当然味道啦，吃起来也是会有差距的。尤其这里谈的是重病，姜的品质就要求的特别高。一般姜的用量，我们一斤在大陆是500克，在台湾是600克，但我认为还是500克比较好记，我们就是采取大陆算法，500克鲜姜片500克就等于一斤啦。鲜姜片一般是换成干姜片，制成干姜片就变成50克，
哦，下面干姜片常规用量是50克到75克，鲜姜片就是500克到750克，上限鲜姜片是150克，十分之一就是干姜片就是150克，这是一般的常规用量。一定要这样用吗？后面会讲到，还是看体质来定。我们来看下面，先把干姜片跟生姜片做一个比较。干姜片因为它是经过晒干甚至炒过，它的药性比鲜姜片还要温热，不是越温热就越有效，还是要看患者他本身对哪一种热源他比较能吸收为主。原始点他认为姜汤他的服法是小口温热吞服啦，啊，可以少量多次，让热源源源补充不断。不过姜汤有一个问题，就是遇到比如说水肿的啦，晚上频尿的啦，或是痰多的人，你喝越多痰越多尿越多，水肿也不容易消，就可以考虑是不是改服姜丸、姜粉甚至姜粉泥之类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页。下一页要谈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不是常规用量一定是要用到1斤到1斤半，不是这样，有时候你可以先少量试试看。如果你开始少量，比如说像刚刚那个肝囊肿，我看他有时候用刚开始用也是3-4量有效了，其实就这样就可以了，不一定说非得要加到一斤不可。少量如果这样可以，除非3-4量他感觉还效果还不好，他也努力经过按推温敷温热性饮食，还有我们说的运动休息良好心态，他都前面配合了，那病情没有改善，下一页他还能吸收的情况下，我们看下一页，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是不是再加量。有些人一斤还不够，这样的患者一般毕竟是属于少数啦，如果这样我们可以考虑加量，只是你不能把它当作长期要这样服，他病情如果有改善，我们还是要慢慢把它调回我们常规用量，尽量不超过1斤到1斤半。有些人不用浓姜汤会出现症状，就会怪是不是姜汤太燥热啊？这个是临床上常常遇见的，比如有些人吃了嘴巴就破，甚至也有人吃姜汤就流鼻血，遇到这些患者，甚至还有人说喝姜汤还会长青春痘，类似这些其实姜没有这些功效的，怎么会服用会嘴巴破呢？嘴巴如果破或流鼻血，我认为是热源进不去，还是体伤所致啊？遇到这种情况下，要告诉患者，不是姜引起的。我们的操作方法就是把原始痛点找出来，按推，手法只要到位，这时候再给他姜汤，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而且他的症状也可以好得更快。好，我们看下一页。话虽然是这么说啦，有些人就是对姜特别排斥，他觉得很辣，他不想吃。如果遇到这样，再好的姜，对患者来讲，他都不吃，那也不能发挥效果。这时候可以跟患者沟通啦，是不是在姜里面加西洋参啊？生晒参，生晒参就是指人参啦，人参晒干我们称为生晒参。红参也是人参晒干蒸熟过制成的。生晒参跟红参都是属人参的一种，或是加甘草，甘草中药只要加一点点，整个味道就变了。龙眼干跟红糖是比较偏甜的。其中你看看患者喜欢哪一种都可以加。我们在临床上
最常见的原始点最常见就是姜加西洋参或生菜参之类的。如果患者要更快速的，甚至有些人也不用那么复杂，有时候他比较喜欢喝龙参汤，这样也可以考虑，或直接就吃姜丸就可以改善口感，也不会太辣，一般患者大部分都能接受啦。好，我们看下面，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说，重病患者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姜，有时候姜喝起来它效果没有特别好，反而龙参汤它感觉特别容易吸收，而且效果又感觉更好那我们还是要尊重患者，他红参的常规用量跟姜用量其实是一样的，只是红参很贵了，而且红参又有分不同的种类，比如大陆的红参跟韩国的高丽参价格就差很多。在我的看法，事实上两者效果怎么样不应该是以价格来衡量，如果以有效度，我认为只要有机就是最好的，有机就是最好，而不一定是最贵最好。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长白山，去三次，最后有购买了好多的红参，效果特别好我蛮喜欢那一批的红参。那我买当时是怎么样买呢？就是它红参一般有四年的就可以采收做药材，一般大部分是六年啦，六年生它比较长得比较好看，也比较大一点，我大部分都比较喜欢瘦小的，尤其有机姜瘦小的我感觉特别有力。这样来衡量韩国高丽参，它就有分天地粮，在我看法也是算是商业化吧，它其实它的分法不是说天就赢过粮，而是天长得特别好看特别壮硕，凉的就长得有一点好像营养不良，这样就比较瘦小。我常常是这样比喻，如果天就像杨贵妃，天地凉，凉就好像赵飞燕，比较瘦小，价格就比较便宜。事实上在应用上反而凉的，也就是赵飞燕的效果甚至会超过天的效果。大陆的红参有机参我觉得效果绝对不亚于高丽参，高丽参价格又高过大陆参很多，我会鼓励患者还是用大陆红参。要注意的是，大陆红参有些会用加糖熬煮，吃起来甜甜的就不纯了，这样对重病患者反而不好，一定要去原产地买最好的。还是最后一句话，最好有机认证。大陆红参我之前也有去找过，当然也有些是国家认证，有些甚至外销到国外欧美认证。如果大家在找红参，最好要国家认证甚至欧美认证，吃起来会比较安心啦。这是我对各位的建议。好，参大概题外话就讲到这里。第一个最常用是姜，第二个就是参了，也提供大家在选参的时候作为一个参考。好，我们看下一页。这里也特别强调，就是龙姜汤也好或龙参汤也好，这是在患者，当患者已经重病了，他热能要修复体伤消耗的特别多，这时候最需要热源的补充，那热源当然来自于饮食，更重要的龙姜汤或龙参汤是最重要的一个热源，饮食怎么调理也是蛮重要。是不是病好了之后那个龙参汤龙姜汤还要一直喝呢？我的建议说，如果可以靠运动加强运动，平常保健就不需要喝到
那么浓了。我们最后可以建议说，配合运动改喝淡姜汤、淡参汤或淡姜参汤，这样就可以了，这样成本也会比较低一点。好，这一段就补充说明到这里。二，温热性饮食。重病患者要落实温热性饮食，其食材及调味料并不限定只能用温热性，而是要少用寒凉性调味料，多用温热性调味料，让任何食材都成为美味可口的温热性食物。以及主菜要在少油、少盐、少糖、少醋的情况下加入温热性调味料，如姜、辣椒、胡椒、花椒、咖喱等，并且需煮熟，必要时甚至需煮烂，趁热服用。服用时要细嚼慢咽，不宜太饱，不需配汤。好，这里在饮食上如何加一些调味料，很多患者会反映说，煮的人都告诉他，哎呀，这个菜太凉了，比如说萝卜啊、青菜啊，都偏凉，他就觉得这样是不应该用的。事实上我们对食材是没有特别限定的，任何食材都可以用，白萝卜当然也可以用，只是你要懂得怎么加调味料。那调味料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要加，我们看下一页，就是要加辣椒、花椒、胡椒、咖喱、姜，还有我们最常用的姜之类。当然也不是说都不能加盐或糖或醋，不是这样说的，只是说要少油、少盐、少糖、少醋，再加这些调味料，煮熟一点，它的青菜的那些药性它就自然会变得更温热，就适合患者吃，也煮出来才会好吃。我才一般都会跟患者家属聊，我说在给患者的饮食上，第一个一定要美味可口，这是最重要的。要不然你说这个很温补，煮出来却很难吃，那患者本身到重病的时候他食欲本来就不好了，那你又煮得那么难吃，叫他如何下肚？这样对患者的病情是没有帮助。一定要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把菜煮得很好吃，又懂得怎么加调味料，对他身体又有温补，这样才是原始点认为最好的。好，那有些患者消化功能也不好，有时候甚至要细嚼慢咽，甚至要煮烂，这样他才能吞服下去。我们也建议患者本身不要吃得太饱，一般七八分饱就好，吃太饱也会消耗热能。要不要配汤？一般重病患者是不需要配汤的。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三，姜灌肠。腹部重病患者通过外内热源及按推原始痛点乃至患处痛点若无效且病情严重紧急，则宜当机立断改用姜粉、姜粉泥或姜汤灌肠。究其原理，姜性温热，用于灌肠可直达患处体伤，比其他外内热源更能直接温暖腹部器官，期间还要配合按推、外热源及其他保健方法，以加强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如此处理，不仅可自我疗愈腹部胀痛、欲呕、食不下、胃溃疡、胃出血、腹内出血、痛经、子宫下垂、频尿等症状，还可达到通便止泻、恢复体力的目的。由此可见，能够快速疗愈腹部症状，使重病患者
转危为安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姜灌肠。虽然姜粉、姜粉泥或姜汤灌肠都有解除腹部症状之效，但姜汤主要是以清肠道、通宿便的效果较佳，姜粉主要是以温暖腹部器官、解除症状的效果较佳。至于姜粉泥或姜粉泥制成的丸儿的效果则介于二者之间。此外，在病情需要且患者能承受的情形下，姜灌肠每天可多次，以加强温暖腹部器官，使疾病得以快速疗愈。不过再好的方法都要以患者能接受吸收且病情得以改善为最高原则。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这一段事实上蛮重要，姜灌肠也是原始点的一个特色，它最主要是针对腹部，腹部是从横膈膜以下的整个腹部不舒服，第一个就要想到姜灌肠是最有效。当然如果他腹部痛，痛多属他处体伤，按推就可以解决。到重病患者的时候，这里在谈重病患者，第一个要考虑他的热源的问题。那热源的补充，比如我们一般会应用的就是可能先温敷啦，配合按推啦，这些而却都没有效。而且如果情况又很危急，你第一个一定要想到一定是热源没有直达患处体伤，应该要当机立断用姜灌肠来解决这个问题。好，我们继续看下一页。为什么一定要用姜灌肠？因为重病患者他最主要是严重热能不足嘛，姜性温热，灌肠又可以直达患处体伤，比其他外内热源更能直达我们要的患处腹部器官里面，这样进去直接就温敷，这时候再来配合按推啦、外热炎还有运动啦、这种种，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加强改善局部的体伤及热能不足。我们如果把灌肠拿掉，只是用原来的我们比较以前的方式，外内热炎，内热炎就是喝，那他肚子已经很痛，根本喝不进去啊，你会很沮丧的。这时候按推又不能解症，他又是属患处体伤，只有一个方法，只有姜灌肠才有办法解决。大家一定要学，如果遇到腹部，你用外内热饮按推都没有效，一定要千万想到姜灌肠。好，姜灌肠它是腹部处理的最好方法，只是在应用上，我们看下面。这里他能处理的蛮多了，我就不再讲，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再继续看下面。最主要，姜灌肠，它姜汤跟姜粉、姜粉泥，它们是不大一样的。好，比如说姜汤主要是以清肠道、通宿便的效果较佳，姜粉主要是以温暖腹部器官解除症状的效果较好，至于姜粉泥或姜粉泥制成丸的效果则介于二者之间。这一段非常重要，当你要姜灌肠的时候，到底要选择哪一种，那你就要问患者他大便顺不顺畅，如果他有便秘的现象，当然就是姜汤为主。那如果他大便很顺畅，只是腹部很不舒服，如果要解症，那当然就是以姜粉为主。啊，姜粉泥或姜粉泥制成丸，这介于二者之间，是这样来的。好，那他们的应用上，一天可以多次啦，一天可以多次。姜灌肠哦，在我看法，很多就是有时候你没有姜灌肠很难解决的。比如我举临床上最常见的，比如说腹泻、呕吐，又吐又泻，
你东西根本吃不进去，你的热源不可能再想从嘴巴进去，像吃姜喝浓姜汤也好，或想喝中药或想吃西药，它根本都进不去，吃了都想吐出来，这时候又一直拉肚子，人也越来越虚，应该要怎么办呢？我们说如果以姜汤是清肠道为主，通宿便为主，应该姜汤不是优先考虑的，反而它腹泻的时候是应该以姜粉为主要的。反过来说，这个患者如果是便秘呢？便秘又肚子很胀很痛啊，甚至一些急性肠胃炎或是肠梗阻的这些症状，稀疏的，如果他检查是这样，当然这时候便秘就以姜汤为主要，姜灌肠还是要把患者的症状问清楚，如果是腹泻就以姜粉为主，如果是便秘就以姜汤为主，至于姜粉泥或姜粉泥制成的丸，就在于这两者之间。好，那我们刚刚说的他灌肠一天可以多次，看情况而定啦。好，我们继续看下一页。所有的这一切都要以患者能接受吸收且病情得以改善为最高原则。好，那我们将灌肠的部分就讲到这里。读者听众如果要知道怎么将灌肠，可以上网看我们的影片，将灌肠这里都有影片教导各位怎么使用。好，我们看下一段。二，适当运动。重病患者显象命微已现，若只用热源及按推，却无身运动、心情绪观念配合，则终将失败。运动方式有拉筋、柔软操、太极拳、瑜伽、爬山、爬楼梯、伏地挺身、俯卧撑等，可针对身体不同部位的症状选出有助于康复的运动方式。比如咳嗽、胸闷、手麻等病症，可选择伏地挺身；腿麻、膝痛、踝痛等病症，可选择爬楼梯，一步两阶。室外运动，以避免太冷或太热，易出汗，怕冷者，颈及身体前后可塞毛巾，即可保暖，事后又方便取出，常保身体及衣物干爽。运动贵在坚持，不可一暴十寒，且需量力而为。若要加量，应通过审慎评估，确认安全无虞，才能循序渐进，缓慢增加。否则，过量非但不能改善组织器官运作、恢复健康，反而会消耗大量热能，甚至危及生命。总之，重病患者日常应以运动及休息为主，放松身体，缓慢调息，随时活动，不可过累，累了就睡，但亦不宜久躺久坐。如此落实，等热能渐充，体力转佳，体伤改善，各种疾病症状自然都可自愈。好，这里也强调运动，一开始就讲，如果重病患者显象命危已现，如果你只是用单纯的热源按推就想解决，那是很难的，还要配合运动，身心啊，心就是观念情绪，如果没有配合，在我看法很难救回来，终将失败。这就是提醒运动的跟观念的重要。好，那我们这一篇是谈运动，这里下面讲的都很详细，它有各种方式，大家可以看自己身体哪一部分要加强，就可以
选择用，比如说像乳癌啊、肺癌，我都会鼓励他们做伏地挺身，也就是俯卧撑啊。那如果是腿的问题，我一般会叫他们要爬楼来锻炼。大家可以针对各种运动方式选择自己最有帮助的方式来做。那运动重点在于要持之以恒啊。我们看下一页，这里也有特别提一些细节，如果身体很虚太冷或太热都要注意，还要懂得常保身体干爽。那运动一定要量力而为，尤其到了重病他体力已经很差，如果做过量是有风险的。好，我们看下一页。当患者有时候又急求病好，有时候都会想加强运动，他体力已经很虚，又一做得过量的时候，隔一天就爬不起来，甚至病情就恶化。这样的患者我也见过很多。如果患者一定要加量的话，那我认为应该要很仔细去评估，最后确认加一定要加，那也要怎么样，循序渐进，缓慢增加，不能一下子加太多量，以安全为主。如果过量，我刚刚讲的，很可能你热能大量消耗，甚至不但得不到健康，还会危及生命。好，我们看下面。重病患者平常最好有些已经不适合工作，工作大部分都有些都会有压力，这对病情也不好。重病患者如果能够专心的懂得怎么去运动，还要跟休息互相配合，放松心情，久久这样做下来，体力自然就可以恢复，很多病情病症也可以改善。在我看法，我们说不管是外内热源是很重要，有时候我认为运动更重要。如果再让我运动跟心情观念比较，我又认为那心情跟运动又比运动重要。当然了，不能说心情是最重要那我就不运动，不是这样说。如果都很重要，一定要我分哪个更加重要，当然运动比外内热源更重要，甚至比安推重要。再进一步说，心情观念又比运动重要。为什么心情那么重要呢？因为心情跟观念是一个主导方向。比如说他观念不清，他虽然也有运动，有时候他又要吃寒凉药，甚至饮食也不忌口，这样他身体怎么会好？我也听过最近在重病患者，他们在这个有时候疫情期间有些接种疫苗也有一些副作用。如果他平常懂的话，身体已经重病，热能很虚，如果他遇到了这些疫苗接种副作用，事实上还是可以加强运动温敷啦，来把身体调养起来。运动在我看法非常重要，平常你重病就要这样，那重病也避免要一些寒凉的，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心情观念当然又比运动重要。我刚刚讲的方向你不准确，你今天本来要去往北部，结果你坐到往南下的车子，那不是越走越远，就是我说的本来要运动的，结果你去吃寒凉药，那就是越吃越寒了，又不忌口，就方向整个是错误的。心情观念我认为又比运动重要。我们来看下一段吧。三，充分休息。重病患者需要充分休息，既不可长途旅行舟车劳顿，也不可工作繁忙过于劳累。虽然充分休息很重要，但不宜常卧久坐而不动。此外还要保持规律生活作息，不可熬夜，宜早睡，睡到自然醒，醒后勿赖床，并杜绝房事。
好，这一段哦，刚刚我们说运动还要配合休息啦。那很多重病患者如果没有休息又熬夜，事实上对身体是很不利的。我也有看过很多重病患者，他以为自己好了，就开始长途旅行，结果一出去没有多久，他情况就急速恶化。这样患者我也看过，甚至就真的很快病情恶化，就救不回来。记得充分休息一定要保持，不能熬夜。如果身体刚恢复，也不宜做长途旅行。最后还有提醒，甚至要杜绝房事，这些都蛮重要。好，我们来看最后一项，第四项。四，良好心态。重病患者容易情绪低落，对疾病会有恐惧、压力，又急求病好，心情在如此紧绷下，会耗掉原本就不足的热能，反而更伤身体。要内心保持平静，需要深信因果，了解疾病是因为体伤及热能不足所产生的果，所以只要因改善了，果就会消失。明了此理，就不需太在意病情，彻底放下对疾病担心害怕的念头，即使遇到各种恶疾，仍要坚信唯有从因下手才是根本解决之道。若事与愿违，通过原始点医学处理后症状恶化且体力衰退，则宜冷静反思，这是外内热源的使用无法直达提倡位置，按推运动做不到位，还是观念不清，情绪起伏太大，太过劳累，或是体伤修复过程中有时会出现的正常现象，亦或此已超过人体自我疗愈的范畴，宜立即时厘清真相，做出正确判断且修正偏差，否则贪快而用寒凉性药食或手术，一不小心就会严重透支热能而危及生命。总之，重病患者应澄清思虑，反观自省，常怀喜悦、感恩、包容的心，避免情绪大幅波动，绝不可胡思乱想，自成心结。若有负面情绪，家人宜随时观察、开导、鼓励。若病情好转，行有余力，能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则更好。最后需注意的是，重病患者虽不需太在意病情，但亦不可因病情改善而掉以轻心。重病患者康复后体质较常人脆弱，故饮食起居不可骤然恢复常态，仍需按照上述各项原则进行保健，又应避免寒凉与劳累，且要特别加强运动，放松心情，从根本上增强体质，杜绝复发。这是最后的良好心态，这里其实讲的都很清楚了，也不需要特别解释。尤其到中间，有些患者他也用了原始点，病情却不断恶化，这在我们诊断与治疗这一篇也有提到。第一个，你一定要反过来想一想，到底有没有真正把原始点的法落实？如果没有，那你到底哪一项没有落实？比如在中间我们就有讲，我到底是按推不到位呢？外内热源没有直达体伤位置，还是太过劳累？这些只要仔细反省，再去改进，一般就可以改善回来。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虽然已经都有落实了，情况还是恶化。这种情形有两种，可分为两种。比如说我们重病外热炎前面就有讲过，遇到肿瘤、肌瘤、硬结、肿块这一类，
有时候在按推的过程中它会流出血液或组织液，这个情况看似恶化，事实上它是一个体相修复过程中的正常现象，类似这样大家就不用担心，确定还要继续用延时点，病情终将好转。另外还有一种状况，这些病人重因不能解症，它是无法重因治愈的难治之病，也就我们身体的治愈力无法自我修复，已经超过了这个能力了，这时候就要考虑是不是要重果解症，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要考虑，如果重果解症能够处理，当然我们就介绍到西医那里处理，那如果不行，还是要静下心来，自己再努力看看。好，这一部分诊断与治疗都已经谈得很清楚了，我只是稍微再点一下，这里可以再看看前面的，后面的这些讲法都写得很清楚。重病处理是一篇很重要的，尤其遇到重病都生死交关，那每一项如何落实，患者一定要反复看，能够把它做到位。那我相信很多疑难杂症啊，甚至很危急的病都可以化险为夷。好，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好，谢谢老师。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谢谢张医师。好，谢谢各位，那我们下个礼拜见，再见。